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阿玛多吉是昆仑决签约的首位藏族选手，十岁开始接受训练，16岁便赢得第一场比赛。如今的阿玛多吉早已不是那个腼腆的少年，凶狠的打法和帅气的外表使阿玛多吉获得许多粉丝的支持。很聪明，他没有着急的去攻击尤美蝶的这个头部啊。他喜欢梅威瑟，更喜欢康纳。获胜后的阿玛多吉也学会了康纳走路的样子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格斗界的新奇迹。好了，就到这里，喜欢健身格斗的朋友，关注打得很专业。KO 获胜。